主与谁可救主在你身后，谁可救主在你身上，主是谁心为正直，要做工道士，在他心中说真理，是谁在他口不说真言，对邻居人不做事，不听人会被邻居人。主与谁可救主在你眼目，谁可救主在你身上，是谁言无邪逼人，乃就尊重敬畏神的人。主就在你眼目，谁可主就在你身